靖王殿下明日要出行，要紧急抽调回所有外勤内卫。要通知白莲蓉，最好通知我一点。我可。小娘子，吃点饭。白里二郎，你认识韩执事多久了？从刚进联防就认识了。我在书里时是他亲自带我，他对我亦师亦友。那这么说？ 你跟着他很容易了解秘书的规律了。让开！让开！我已经知道那件事情。安排谈，我让你死得这么容易吗？